實我哋今次呢個比賽都遇到唔少嘅問題啦。首先就係喺呢個 programming 上面咧，咁我哋都遇到好多嘅困難。咁有時有啲嘢會 keep 住咗啦，咁我哋解決唔到都要揾 helper 幫手嘅。嗰啲粉路料咧，就喺啲遊戲嗰度就向前衝啦，因為象徵咗我哋咧個堅毅不屈嘅精神。遇到難關嘅話就衝破佢。我設計呢個比卡超是因為當時剩下的字都是很多都是黃色，所以就想起整比卡超。我們原本都想著整個蛋糕，將 LED 燈就擺插在上面的，不過呢如果整了 LED 燈呢就會影響那車的動動，所以我們最後都是選了比卡超。至於在這個企鵝的設計上面呢，其實我們都有在企鵝這對手上面有斟酌過的，因為呢如果企鵝這隻手呢突得太出的話呢，在走的時候就有機會被其他組的機人撞到啦。我的程式的設計理念是真的參考了企鵝的步姿，就是頻密地走，但是腳幅度是比較少的，一方面就比較容易調節的方向和找到個目標啦。第二件事這個就可以發現到其實是比較慳能源的，所以我就覺得其實有時參考外觀和程式的設計是可以互相融會貫通，然後達到設計的效果。